哎啊，老师嘞？立军，加嘞，加谁？啊，拍摄哦，各位，我嘛不要讲话啦。啊，秘书长讲叫我将这个美国一挂 Homeland Security 哦，咱要来讲，就是讲美国安全局啦吼，一挂的步骤，不是就是讲这个过程吼，甲大家说明一下。哎，安尼敢听有？哦，拍摄拍摄吼，因为我往时啊咧加州看网络吼，唔知是讲的人也较远，啊就听袂到。啊，迄个笔录的我迄个电脑迄个，啊，我迄个电脑放喺边啊，咧困懵懵，就个笑的。啊，无爱听吼，啊听个，因为咱年纪也大吼，啊，所以我六十岁啊，啊，所以耳孔炎去检查讲已经有较歹啊。啊，我甲想想，可能是迄阵啊咧迄个 Homeland Security 吼，我拢讲个较紧，哦，美国安全局。咧上班的时阵，因为阮爱拍枪，所以讲每三个月来拍一摆，啊一摆拍六十摆。啊你咧拍就拢无挂机吼，啊可能听吼，即耳啊拢已经拢。所以美国那迄个公家人员拢真早退休，尤其闹炸枪的人拢真早退休啊。我今日要甲大家讲的是讲，美国实在吼，伊即个安全吼，非常非常的严格，啊嘛非常非常的好。咱大家若有去出国的人吼，你若有去机场若便入去吼，伊个模拟台甲伊抽着吼，伊不管是甲伊调出来，拢知影你诶迄个行踪。所以我是感觉讲，咱台湾吼，今日来乱糟糟，我逐摆若转来吼，啊实在看到个实在是足艰苦诶，因为我离开台湾差不多要30年啦。我是1984就离开，啊，当然有定转来转来，但迄阵啊，敢若拢转来拢无济工，因为我是主要是拢咧做生意，啊，物件当然验核了，啊，我就转，验核了，我就转去。啊，佮到尾啊，因为咱一寡工厂拢徙去中国啦、菲律宾啦、迄个本国市吼，拢去个所在，所以我就变讲真少转来。啊，今日来讲。逐摆我会感慨，我若加入即个民政府，我是2005年的时阵咧加州吼，拄好了咧网络，我暗时了咧网络，啊去听到即、這个咱即个林志兴先生讲即个代志，我发觉讲啊，我台湾人做甲遮尼啊久，拢无了解台湾的地位，啊就是呾规个只投入去，啊就是敢讲。咱台湾今日是安尼变甲遮尼啊，遮尼啊乱，遮尼啊艰苦。我就是讲，都、就是流氓政府甲你变啊！伊根本要安怎甲你讲？你若唔知大家拢在住遮，唔知住久，就感觉讲足习惯的吼。啊，你若咧常常若转来的人，你感觉讲啊，台湾一摆一摆生活愈来愈低。唔是讲住咧国外的人赚比恁较济，嘛唔是安尼讲哦。因为是迄个生活的品质，因为咱唔是讲干，一工干唔三顿讲食饭啦、困啦、啊创啥物安尼就好。因为即人即人生的价值完全无相。我先来安尼讲，因为咱就是讲，大人愈来愈无即个前途啦。安尼拿安尼甲看起来，怎样愈来愈无前途？啊，咱甲行哩的时阵，咱行到到即个即条路，咱大家是安怎咱唔去行？就啊，我就是无了解嘛。啊！你若无了解，种希望大家就照做，大家的力哦。啊，大家转去，还是咧外口来，大家讲，即个咱即个生活，诶，即个一直变歹去。吼、哦！啊，即个卖国拖倒转，我就讲我，比如说，叫我讲即个美国的即个啥安全吼，即、哦這个边防的安全，我会入去即个是一个巧合啦。拄2001年9月11日有无？落迄个宾拉登有无？讲迄个飞机塞那个，哎，讲我都困到9点，迄段是纽约的，都12点。我某讲，哎，啊，这电视迄是啥？是假也真？叫我起来看，我眯眯啊，我看，哎，我真像安尼跑嘛，这是咧拍电影呢吼。啊，咩？
就听这个电视这出来这讲的，而、啊、且、這個、是正经的呢吼。伫铺顶就拄啊发生的代志，啊，当边乱七八糟的代志，我是伫美国做生意，我是生意人啊，就跟我哪有关系？啊，就是安尼时阵，过差不多一两礼拜啊，我咧看报纸啦 ，LA Time， 嗯，啊咧 ，Homeland Security Department， 我要先甲大家报告。美国前开国的时阵哦，总共美国的总统内阁吼，敢若有四个啦尔，一个都是财政，一个是战争，一个是司法，吼、哦、啊，甲一个财政、经济四项。啊，伊这个内阁吼，会使一直增加，每一个总统若有代志的时阵，伊这内阁就使增加。啊，所以这个 Homeland Security 就是安怎，就是在迄个布什九月十一迄个讲纽约这个时阵吼。叫我这个 Home Security Department， 叫我这个出来。啊，迄、那个安尼时阵，我那是跟我结结啦啦，因为我那讲啊，呾报纸看下看下，伊讲咧请人，啊，两千零一年啊，九月十一发生，我个报纸敢是到九月底才看到。我啊无，咱嘛来个试看卖啊，反正都服条，伊都伊无咧讲条件啦，反正都甲你讲，那是。公民什么拢会使来申请，我着来去请啊。请了后的时阵啦吼，这细节我卖讲伤多。美国的执法人员对这身家调查，咱讲身家调查背景吼，非常的严格。因为我唔知影我是去用调去迄个 detention， 就是讲在迄个啥机场哦，在机场掠即款无护照、证件也无的。因为迄、那个香港，伊敢要请的人，啊，伊无甲你讲，你调去倒一部门。啊，我着阵啊去考试，啊考试了两礼拜来，伊批了寄来啊，就讲恁哦恭喜，啊你着通过一个测验，啊叫伊等。啊嘛，搁差两礼拜来，就叫你去检查身体，哦，伊着检查你的身体甲迄落啊，啊刷落去，搁差落，因为一两礼拜来，再叫你去拍手模。先叫你去拍手模，就是因为一般吼，那联邦吼，那一般的人敢是要求五年啦。你的背景五年内底袂使有代志，你袂使拍恁某啦，袂使甲恁囝有关系。有啥厝内吼，美国对这足注重的，因为你若厝内有关系，先有代志的时阵，伊就会对你这种的调查。有的是讲哦，美国的百货公司这大间，啊物件无，那搭个也贵一个，哦，你拢免计啦，伊个拢笑会着啦，大家这款代志拢袂使做。因为你这样坐落去了吼，你后摆吼，迄、那个缀你一世人。啊，你若阵啊是囡仔吼，十八岁以下，伊美国实在是总讲人多啦。那十八岁以下，伊即讲即是，要哪讲，无形的犯错，你会感觉种心理会去变安尼。所以伊个你个迄个记录，伊会甲你封起来。啊，若封起来，就是敢哪讲，后摆你若要去上班，要去用钱的时阵，一般敢若是调查你表面的。但是要经过法院、经过法官准讲，要你看这个人的进一步，伊才要你看。啊，无十八岁以下代志，伊无爱插，伊无袂去甲你问。啊，所以怎啊？就是讲，伊啊，阮是检查十年，因为我唔知是哪检查十年，因为你是伫，因为我是伫迄个洛杉矶机场、国际机场。你唔知要信无？我洛杉矶机场，干那我边，我干那一个迄个巴士吼，啊，甲一支一个卡安尼挂去。洛杉矶机场多一个门，我拢会使去。吼、哦，就是阮这部门的人拢会使去。哦，啊，你嘛就是讲，伊即马美国是啊，对这个执法人员，对这个这么啊严格。因为你，确实因为你要执法的人嘛，你家己若有代志，对，你绝对袂使，就无可能讲去做甲真迄落啊，吼、哦。啊，袂使！你看，我伊发觉讲台湾的即个警察啦，什么滴滴扣扣啦，拢拉拉湿湿足乱来。美国绝对袂使你做安代志。你若有啥物代志，你随 complain， 对不对？恁最近你看迄、那个，即、這个啥物 Tyson case 无？就是讲一个囡仔，一个黑人囡仔去互即个输液拍死。本来讲伊是自卫无罪，但是到尾也是安尼讲伊有罪，对。伊即个是敢若讲真侪代志，拢美国确实是啊，拢啥物代志拢照报来足清楚的。啊，你像啊，比咱台湾的时阵，最近两三工啥物，吼，即讲袂完啦，即车去撞着人啦，啉烧酒有诶无，啊是警察杀，啥物人杀咧，一时间干毋得讲袂清楚。即若咱民政府以后吼，实在拢爱好好去改革。
啊，然后佮讲到顶来，就是讲，伊即个 Homeland Security 哦，伊即掠人吼，安怎掠呢？伊即摆你机场吼，你若莫讲你爬进飞机，你也袂爬进飞机，你个堆，你个迄个所有爬进飞机个人个堆牌，伊拢佮你看啊足清楚。你逐个拢免记，你甚物代志拢互你袂记。啊，伊即摆去到教育个时阵，假护照啦吼，假甚物即个 passport 都有个无个时阵。你若有入去海关的人，你有感觉有无？伊即马坐空的车，甲你看，甲你瞪眼，啊，一个卡米拉甲你翕相有无？迄个卡米拉来翕你即个焦距、目睭，所以即马护照拢，即马迄个相片护照拢互你袂假，因为伊检查你即个目睭的焦距吼，即袂变嘛。啊，所以即张护照是毋是你的，伊拢知影。啊，你即马若有问题，伊也无爱甲你大细声啦，美国拢袂甲你大细声，伊就讲你照即条线行，有无？有一条黄线有无？细仔条安尼边啊，伊有差两英尺宽，我建议两英尺宽无用着。假照一条行，啊你拄我来个人拢嘛讲，哦你叫我行已经假啊，我著行咧。伊讲你照一条行，啊行到边啊，就是 detention。啊 detention 即款你叫做 secondary， 就是讲第二摆个调查。伊即款第二摆调查你个时阵，你讲只要讲有诶知影真假，即个解掠去关个一间迄落。毋是甲你掠去啦，甲你叫你入去一间迄落啥，迄落敢若安尼规间隔起来，啊拢无啥物通，一块石头椅互你坐。啊，你即马伊着甲你问，伊甲你问一切，若你有问题的吼，若会使坐后班飞机，伊就随了你转去啊啦。伊绝对袂甲你留。只要你有问题、有撇开、有啥物离离扣扣的时阵，伊会甲你调去迄个另外一个部门，吼啊，互你。我甲你囥在遐，啊，看一步，操！迄个什么王佑珍，你冇捌哩？哦，王佑珍就是安尼入去，啊，甲叫你这个关在迄个Long Beach 遐一个迄个 detention 的，我呢拘留中心，甲关六个月嘛。啊，就是因为因某是美国公民，啊，去甲办迄个身份，办结婚，啊，甲这个你这个抓出来。啊，你即马就是讲美国个对飞机个部门个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反恐，迄、那个即、這个防止吼，是遮尼啊严。啊，若咧边界，咧边界吼，我顶下我较早会见，我拢定定去，因为较早我做种做进口的生意，啊，我就放潲，我拢去咧迄个墨西哥这边啊吼，阿里桑那、德克萨斯吼，阿尼玛达这边界，我拢爱去遐，每礼拜爱去遐收钱啦，因为无多，因为我拢欠潲的。啊，毋是讲我生意，因为你美国做的生意大部分是拢现金无，唔对，但是大家来做久吼，然后甲你买敢那好势哦，拢几批吼，咱一定会放潲，你无放潲袂使。啊，我是唔知影讲生意够做，1997年的11月，迄、那个 peso， 因为阮拢做拢边界，迄、那个 peso 降一半，啊降一半生意歹去啊，大家物件卖袂出去啊，吼，啊就阿爸边阿讲，啊生意人，咱咧做生意咱嘛知影，咱嘛赚钱啊，啊嘛。真无奈，所以我逐礼拜差不多，因拢生理上好是拜六礼拜，啊，所以我拜六就差不多爱去机场坐飞机，啊，迄种差不多一两点钟就到位啊，迄边界我差不多一两点钟就到位，啊，到位当时也是甲租车驶去因的迄个边界去收钱，当时也是坐计程车，啊，我咧阿里庄啦吼，我唔知影因的警察是安尼哦，甲你地，唔是甲你地，伊都。住在半路看计程车，我坐计程车，伊看你有人，叫计程车停起来。我用那计程车可能是超速还是安怎吼，啊，就无我的代志。结果是干，用你倒来，我那干那莫名其妙，你个问我倒，我就你嘛知影，我一定是住遮的人啊。讲叫我看 passport， 啊，我哪有可能在美国过来，我哪有可能做 passport？ 我用上最是驾照那尼啊嘛，我驾照可以看，看看的。伊驾照毋知正假，伊怎啊佫甲你？伊美国迄个迄电脑有无吼？甲伊敲落去，啊，甲伊扭出来，哦 ，OK， 啊，放你走。边界我所在是安尼，另外一部分就是讲，伊咧防止即个墨西哥的人走入来吼。伊咧走入来真侪种，大部分拢是用车啦，啊，车改到安尼无啥啥，人拢唱歌来对，所以就足可怜的。即、这个生活是毋是用咱也无看人，毋知影讲即个确实吼，大家为着即、这个为着即个身份吼，为着要持即张卡吼，无像你讲民政府跟你签 ID 啦，啥物你国赫尔啊简单。
确实迄个苦楚，你若无住伫遐，人无经过这個，你拢毋知影讲，因的生活是遐尼啊艰苦。为了怎样？为了生活那样嘛。啊，咱台湾今日来变个讲，大家安尼，我三十年甲即马用，迄、那个素质正尼啊低。我拄我去美国时，我讲哦，美国那啥物件拢，遮贵啊，袂晓买啊，物件无全。啊，即马结果三十年，我转来讲，台湾的物件正尼啊贵。有个人讲，哎、欸，你美国转来啊，拢足古毛的吼。实在，我讲唔是古毛，是你迄个物件无迄个价值啦。你一杯水，你美国买可能到一块美金，台湾嘛是买三十块啊，对，一罐水一罐茶。问题是咱想讲，咱一点钟有赚两块，美国一点钟有赚几，咱比一下。我昨昏去大卖场咧看，我都甲迄查某囡仔开玩笑，我讲啊，恁即嘛一个月一点钟有几？我讲九十万一包，伊讲无啦，即嘛。在伊个啥物？老委会讲$105啦，$105算起来嘛$3.5美金，吼，恁$2。啊，若咧美国上起码即马一点钟久，包围我毋知啦，加州拢超$10啦，吼，$10-9。啊，若较砖卡所在可能是$8.5，啊，互你算$8.5，我嘛算起来$2.5咧，对不对吼？超过$2.5、$2.6，啊，咱台湾人。开甲人变多，啊，趁人个一半，对。你刚刚讲，你若咧国外待久个人，笑个，对不对？你即个物件都根本都，你趁，你讲咪讲，敢讲即个大家讲油个代志对啊，对。你美国一加仑，我咧走，你有咧买头是$4美金，$4一加仑，敢若要走4粒票，3.8啦，吼。哈，百二块，你也算起来，一个安尼一粒差不多是几块？三十块啦，尔。啊，恁只30几块，反正真侪，我不要讲了，即个不公不平的代志。啊，你即个代志是安怎来安尼发生？都是流氓政府剥削咱大家嘛。啊，我今日来逐摆跟他讲，转来就想要来，无代无志，转来我就想要来。啊，我也无为着啥，我面试也无因讲我面政府啥物人，我根本我拢无冤。我逐摆转来想要看看，想要看看，哦，啊，就讲一笑起来讲，我若咧加州来看台湾的新闻，啊，若转来咧遮，我会看洛杉矶的新闻。我无讲我笑啊笑到，啊，实在我奉劝各位吼，咱住咧遮，你爱知影外国的新闻吼，真简单嘛。恁怎啊，大家上网的人，你就甲拍一个迄个较简单的 USA Today 吼，大家英文小可会知 USA Today。迄、那个你甲拍入去，就是迄个新闻就拢出来啊嘛。迄是 local 加州的新闻，但是那迄个全美国的也拢看会出來。啊，你第二你，我的经验啦吼，英文并唔是遐尼啊困难，因为就是这个流氓政府一直甲你灌这個思想，我你干那咧读这个中文，英文二六字你看一下，啊，你小看下发音，啊，你即马电脑酷狗你甲试落去嘛，翻译个啊，对，你即字唔白，无你小下试一下，啊，你嘛知影意思。啊！你发音煞会晓，所以讲咱后摆大家生活，敢若讲你即、這个，咱人爱先要求家己啦。这毋是讲我讲吼，敢若讲较迄落个话，就是讲，咱家己要对即个生活的迄个追求吼，素质的提高，咱本身家己爱提高。啊！你毋通我定下转来时，我问因遮人，大家敢若有即卖迄少年的20多岁个查某囡仔，我甲问着，因敢若讲足满意即卖生活呢？我想无，我甲讲，我安尼嘛一个月趁几元。伊讲伊咧，因为我住咧新竹，伊讲得我问个查某囡仔讲租客，因为咧洗衫烘衫。啊，我咧一个月趁几元，伊讲趁23,000。我讲你23,000，恁兜住倒？伊讲住咧新埔，哦，我毋爱租厝，我要一工干坐车，坐倒来吼。租厝5,000啦，我毋是对这市场调查，我是讲台湾的生活吼，愈来愈毋是人家的生活。是算啦，卖讲伤侪，食饭咧外口，因为即卖阿爸们你无可能煮饭啦，对不对？大家拢外口凊彩食，你一工嘛干，我一个月天，一个便当互你上俗个40块，你食两顿吼。哦，我唔知影吼，我袂好，大家心内拢都即种，就是恁大家对这不满的人，恁今日才会来食。啊，恁是安怎奈？大家想伊遮趣味，
咱是安怎生活呢？较早的生活嘛无遮尼啊差呢，吼！啊，即摆来愈来愈安呢。啊，伊甲你剥削，剥削，甲你唔知。人大家戆戆啊，得啦，好管。啊，大家按对这生活感觉足满意的。啊，我是足热的啦。我逐摆唔是讲我讲，讲安怎？怪伊讲，那咧美国的生活吼，无讲诶，迄落讲讲明仔载大家就变一个足好个啊。啊，台湾就是有即款代志发生啊，对不对？人美国的股票是你去买股票，啊，你甲藏诶，大概像投资，对不对？投资啊，还起价。啊，台湾毋是咧，台湾讲安尼，啊是到底是创啥？美国你若小我迄个内线交易吼，你报纸，毋知啦，我看恁台湾的报纸拢袂写啦。美国的报纸，你若小我一个内线交易啦，一二十万美金就卖做啦，都已经甲你五年啦，吼。啊，一个参议员啦吼。一个参议员收九万美金哦，九万美金伊袂当放喺银行诶。美国迄、那个、即、這个、即、這个 information 足厉害。你若放喺，你有想讲一笔钱入来，啊，你这钱是虾米钱？人会去查，哦。啊，所以伊袂使放诶。啊，放保险箱嘛。那咱呐，那我也是可能去放喺美国，拢放喺保险箱，因为我拢现金收入嘛。啊，我若伤侪，我若。每次如果寄錢超過一萬，他就要寫報告，所以我可以寄9999，不可以寄超過一萬，不然你要分出明天再寄，所以我們的錢是，我們台灣有保險箱，台灣的銀行的保險箱都已經拿去，美國不可能，美國銀行的，我不是說中國銀行的，美國銀行的你不可能拿去，參議員他也不可以去開那裡，他如果開了人會知道，人會查你，FBI也是像我們查的出來去放在哪裡？放在冰箱，放在家裡的冰箱，大家說起來笑，對不對？啊，開始就是放在冰箱的，啊，就去用抓到查出來，幾年？十年，一個參議員的身份，敢為了九萬，你看美國看多嚴，對不對？真多咱台灣想袂到，咱台灣的凊彩母一個，大家攏躍來躍去的，吼，啊，較會，人美國的生活就是這麼實在，這麼，我跟恁講，唔驚恁笑啦，吼。我拄落飞机的时候，我身躯存无一万块美金啦。啊，因为我来去是因为囡仔读书，啊，我有朋友在美国，用啊你，落囡仔送去读书就好啊嘞吼。啊，落去学校，啊学校就干那看你迄个水电单啦，凊彩就了解，你的组织你住咧只，啊熟悉的区，啊落去。人家问讲啊你，你的 full stamp 我向我听无啦，习不惯啦。讲啊你囡仔是要交钱？因为是一礼拜，敢那五工啊，五块一等一块，啊是要申请迄个 food stamp。啊，咱个囡仔讲，啊无个付，对，我都反正都过来啊，都照恁美国的方法，啊个清清的，人无一礼拜就寄到恁家。我讲，哦，我笼笼统统啦，卖讲即个反抗以外，讲，毕竟你咱个党个乱吵吵，都是即个贫富袂平均。啊，那美国人是安怎会安尼这样平均？因为我就是因为我咧即个 Homeland Security， 啊，我后来去 training， 我来去别个部门去 training， 啊，我去 training 才知影讲，美国伊个社会一般吼救济，唔是讲你退休的哦，一般救济吼，你个银行若只呾50块美金以下，50块美金以下吼，一岁现金互你100块，啊，迄、那个，就讲咱讲迄个食物券吼 ，food stamp 吼，伊一顿一工6块啦，美国现在算，敢若是180块。哦，180块，啊，过去落现金给你180块，你若无厝通个住，随家你租迄个摩的，可以住几工啦。伊会安排只 apartment 给你去住。哦，啊，你 apartment 伊若即3个月啦，伊个迄个政府补助，联邦拨来，即、這个美国加三个迄个政府来嘛，联邦州管嘛，哦，伊落联邦个钱拨来，州就拨来管的。你伊就迄个钱，然后给你补助，给你去住跟个即个摩的，还是住在即阿爸们内底。啊，你就看你算人头啊嘛，你两个阿妈买一对三啊那个 food stamp， 啊，看你囡仔想 food stamp 拢给你。啊，你这 food stamp 袂使提去买酒买什么，就干食的物件会使那尼啊啦。哦，剩的什么，反正因的迄、那个也袂给你收啦，伊的 market 也袂去给你收啦。你若讲哦，你要买一个酒啦，买一个咖啡，哦 ，no。可能也袂使啦，买水也使。人因的严是严到遮尼啊清楚，啊是安怎因会安尼？因为你
伊有日历破足清楚的嘛，一条一条个写足清楚，你大家就免想要歪歌，对。啊，这就是，这就是敢那讲，这就是人都敢那，伊阮来去受这个份，因为是一般的美国的讲，这个恐怖组织、什么组织，拢是敢那讲厝的生活较无正常哦，较散，还是厝内人爱去创些有诶无诶代志。所以美国的社会福利做甲真好，啊，阮来去了解，所以我足知影讲。因这穿的迄个过程啊，安怎穿？啊，那是安尼时阵，跟他讲，等下跟他讲，台湾那今日安尼变甲讲，都差足侪啦吼，变讲有钱安尼咧过日，安尼咧豪华，安尼什么什么什么咧，什么名车啊，伫咧各国，那咧美国是公文，好像无算什么呀。你一般大家厝内四个人，拢嘛四台车，对不对？你较省的嘛一台车，啊，所以。啊！伊即马就是即个台湾的即个媒体吼、喔，甲你全咧甲你报道即个乱来的报道，对。美国的电视绝对无即款代志，你若杀人还是车撞到，拢甲你讲啦，尔袂甲你讲报甲讲是安怎安怎发生，绝对无即款代志。啊，咱台湾即个乱象就是安那，就是因为即个中国的洗脑啊，甲遮伊要互你转移咱即个对即个生活的迄、那个讲，嗯，哦，咱我艰苦比人个我艰苦，对。你就感觉。嘛，奥多麦的车嘞，逐摆整着，哦，即来咧美国去做活动呢，对不对？卖讲你啉烧酒啥物嘿啊？你车侪整着，你若无停落来，你抓着警察抓着的时阵，叫你跪坑个边啊！伊绝对叫你跪个，袂叫你坐啦，绝对叫你跪个。啊，车侪个吊走，啊，甲你扣个。那有像咱只讲，哎，啊，啥物人整个嘛唔知。啊，我一个笑个，台湾人哦，都唔知安怎。啊！车撞到无安怎讲？就来讲啊，后头来开嚟讲啊，佫坐佫走啊。都大人都即个唔用道理性啦，变敢若讲都足满足即个生活，啊，实对咱对大家诶迄个教育实拢足歹。对啊，咱若一直甲想起，敢若讲台湾的生活来讲，唔是讲甲美国比，你一般东南亚嘛无人安尼遮尔啊差啦。啊，咱敢若讲。即、这个敢若讲美国伊敢若讲，诶，人个生活个水准个要求遮尔啊悬，美国若一个车祸吼，吼、哦，迄报纸啊，拢足严重足侪，无像台湾讲，我都安尼，敢若搬去啊，凊彩甲你报报啊，讲个，迄罪拢足重个啦。啊，你若现去抓到个时阵哦，伊随甲你，反正我变呾讲，伊即个就是即反恐，美国个伊个 social security 恁大家毋知无？就咱个报税号码。伊随甲你取落去，你有偌侪钱，有偌侪厝，啥物啊？伊拢你拢免计啦。伊随甲你蚀，随甲数个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大家拢有保险嘛。啊，你保险的时阵，敢若讲上起码敢若讲3万-5万美金的时阵，即款小 case 拢保险公司。所以美国车撞到，袂像咱台湾讲哦，大家起来都避，哦都避手要冤家要创啥？写写号码，你的这个驾照吼，啊，甲你这个车的资料写写。就安尼就过去啊！足美国的生活就讲足平常的生活，啊，即个即个反恐有啥问题？你一个社会呐足平静的吼，就无即个恐怖的代志发生，对不对？是大家唔是大家是唔是即个观念？我是无较无法了解，但是我来发觉讲，人的生活是安那种这么平静，啊，无即款代志发生，啊，偏偏咱台湾人就这么唔得，这么艰苦来过日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我逐摆转来，敢若讲，会当来退咱即个民众，敢若讲，若有，毋是讲退啦，敢若讲，会当讲出师啊力吼，啊，即个代志讲互大家知，啊，咱大家来好好来学习吼，啊，咱是毋大家生活会过较好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是安尼啦，我是敢若讲，若逐摆转来有啥物消息的吼，还是讲有啥物较关系咱个代志，我尽量会敢若讲。哦，甲秘书长讲一下，甲讲啊，即、這个美国咧进行个代志安怎？哦，这是敢若讲我做会到个代志。啊，以上咧敢若讲，本来我无当想想我会来甲大家讲只话啦，啊，敢若讲，啊，就我就来啊，就呛死，我就甲大家报告一下。才半点钟久呢，要叫我讲两点钟久，我拄啊死互你拖。半点钟，啊，就啊，即个。即、这个拢美国的公家的上班哦，要安怎讲？就是讲，
美国要请一个人，就是咱后摆咱的民政府的相关啦吼。那讲这个要执法的部门吼，是毋是爱朝美国来跟他讲？我是定一个，你较早想要小我代志就好就算啦，卖去来追究。但是呢，即阵我觉得暴力的时阵就袂使。啊，若小我代志，刚刚就小错啦，我就卖去甲你迄落啊。啊，无咱嘛无啊，无尼啊侪人。你啊朝美国拢近甲年，近甲遮尼啊年，十年你绝对拢无代志。不但是十年了，表示你永远你拢无代志，才会使跌破啦。啊，无你袂使跌破嘞啦。哦，啊，所以你跟他讲，就是跟他讲，咱爱模仿人好，人的迄个好处，啊，咱来学习。咱台南的水准是拢真悬啦，我袂敢讲台南的水准足低，因为咱一般去的时阵，咱的生活，咱唔知是阮住都市啦，敢生活都无，就跟他讲，唔是讲。较安怎了？讲，那三十年前的时阵，敢那讲会当吼咧住市内生活，因为阮是从厝内较早前较早做生意，所以也就这不租相可能也较好过。啊，所以你美国赛车有诶无拢，咱家去美国一日就会使融入。啊，咱来敢讲，咱若台湾人诶，即卖生活，哦，啊，大家我看呢，大家拢安尼，我唔敢讲大家啦吼，啊，都安尼少年呢，也是一般诶生活，大家呢安全帽啊戴，啊，马斯古挂诶。啊，我都买吹的，就我较早嘛坐我都买啦吼。啊，那较早咧坐我都是足小些，拢坐了比 SPA 的，对不对？吼，百倍的迄款的，对，大力进口的。起码拢坐这个旧的啊，什么滴滴酷酷啊，大家讲为了生活安尼，足唔得的。这唔是正经，这唔是人的生活呢。你美国你讲黑人足善的吼，人伊冒一台破车，啊，你那无识头，你怎？我是咧洛杉矶啦，我。洛杉矶那的边啊嘞，无厝通好住，唔是无厝通好恁住呢。因咧是用啊啦，拢是一寡越战战争的人，边啊迄头壳拢，然后去战场的人吼，头壳拢会变，因为你的战争咧惊慌，你若经过敢那讲，有经过这刺激的人，头壳拢会小寡袂正常，所以连警察嘛唔敢抓因。啊，因是啦，因有厝通好，有迄个，伊就用收容所给因住，但是因袂当住，因为啊啦，因变敢那讲去住入去吼。因拢爱靠食药啊来解决这个头壳的生个代志，啊，所以因袂当伊甲讲，伊甲规定讲，你暗时啊十点拢爱困，啊，你明仔载六点就爱起来，因无法度，所以因甘愿都爱有啊。你那咧电视拢看爱拢大大爆棚啊，咧外口困有无？迄是无法度，迄是因为因就是生活。但是人因困猛困哦，你若寒落雨啦，足寒洛杉矶啦，咧寒的时阵啊真寒，拢会啊个是车暗时啊车塞侪。提迄个摊啊，互因夹。啊，你明仔早去那边烦恼啦。都有人迄个美国拢是行抓落啊吼，甲你囥一个迄个啥物？恁讲迄个啥？好胖啦，三迄个三明治，用三多一起啦吼。啊，牛奶啦，干果汁啦，柑仔汁啦。哦，因为我都伫洛杉矶，啊，透早八点上班，我会踮落咧遐，所以我这代志我拢看啊足清楚的。人的生活是安尼的，啊，咱台湾人讲囡仔无饭通好食，啊，我定来去高，因为迄个新竹啊，恁来唔来捌哩吼？我这老下想呀，我看伊安尼咧救济，所以我感觉足甘心的，我拢定来拢会寄一啊支票来给伊，啊，我转来我会去遐看看。啊，台湾人呐，讲啊，即个生活呐，安尼大家愈来愈迄落啊。啊，这个什么动什么动的，大家拢讲咧，讲了到底拢是为着讲要为着在低收入啦，伫咧靠讲来打拼。看看的拢唔是咧，大家钱拢，大家怎啊衫拢愈穿愈好，哦，啊车愈塞愈大台，啊钱结果拢囥在落地啊。所以我希望讲咱民政府以后咧，跟他讲吼，明仔跟他秘书长讲啦，卖贪污啦，啊美国的薪水足悬的，我跟你讲吼。一般啦，敢那两个阿公婆咧上班，差不多拢超七万八万美金啦。哦，啊，你若七万八万啊，以我所在呐，七万五千五美金以下，你个囡仔甲读大学都免钱。哦，人个福利是做甲安尼，因为有钱人拢捐钱出来。哦，伊个捐钱咧，像 HP 最近只讲两百亿，人因咧退休，人因管理都有钱人两百亿摕出来交二十亿，交联邦。做迄个同讲岛内做福利，啊，伊即嘛后摆剩一百八亿做生意，联邦袂甲你扣联邦税。哦，美国一切拢足迄落，敢那讲吼，会尽量来做，拢会当，互一般人生活拢
拢是过正经人的生活，袂像咱台湾人安尼。哇，这厝安尼，我逐摆转来，尤其较早呾诚侪年前转来，看这高速公路边啊，这起价一层一层安尼。我你是也看啊，阁好啦，暗时啊看敢那公墓的，哦，安尼乌心心规排安尼，啊，看到会脚尾强要停去，啊，车安尼乌白塞。啊！就敢若讲，咱即摆敢若讲，大家生活来经过咱即、這个，来有听过咱即个民政府一切吼。啊，咱一切，毋是讲咱来模仿美国啦，是讲人好，咱都要共学啦。吼、哦！啊，对大家，咱的囡仔，咱的后代，你有感觉咱的后代即摆囡仔拢足可怜的。安尼车安尼咧生，啊，伊甲你灌思想，全咧灌着中国的思想。美国哪有即款代志？对，都无人有即款代志发生啊！台湾哪会安尼？伊就是即流氓政府，伊就呀，伊是，我讲啦，伊嘛知影台湾摕袂去啦，啊又超工安尼，甲你带只武力安尼，甲你洗脑，甲你伫咧国国，因为我哪讲摕袂去，啊你美国就台湾就美国的属地啊，所以我刚刚秘书长讲，我有影有够怨叹啊，我是无开钱啦，我摕美国的即个生活是无开钱，我做生意是投资的，我唔用人找去开就遐侪钱，我刚摕，我逐摆就想讲，干哪，台湾人就美国人，对。啊，只不过咱大个所在无讲人尔嘛，对。啊，咱就是讲，咱以后来讲，咱会当按台湾变做足好足好个迄个生活环境，对。安尼来唔才有意思。啊，若无安尼，逐摆若看到讲，咱个生活吼，安尼看讲，卖讲比啦吼，就是讲一般个生活讲安尼讲，都拢无个出啊人性个生活咧，吼。啊，所以就讲，即、這个人吼，讲咱。一般大家一旦跟他讲来向前啦吼，啊，甲一旦有迄种台湾这个地位吼，一切我脱发，啊，咱来过这正常的生活，安尼就是我的宗旨啦。我唔是讲真大希望，伊跟他讲，就跟他讲啊，咱在台湾生团这么久，啊，咱嘛是有亲人在台湾啊，在对，啊，咱的生活讲一寡歹听，过得足好过，啊，靠，那台湾那个人爱讲起来拢。大家为了生活三顿拼拼个安尼，真唔得，确实真唔得。若是叫剥削，确实有影是。啊，但咱叫剥削，剥削个唔知呢。啊？哈、啊，我就是安尼，真哩奇怪嘞吼。我是敢那较做下，啊就靠咧对接。那就种一包米啦吼。咱只拢算下，算公斤嘞。啊，一公斤是两磅二吼。我为了这共问讲，一公斤几磅拢无人知。大家拢唔知道，拢叫洗甲无啥啥。啊，美国算棒诶，美国互你进口泰国米，对毋对？迄种遐正经芳米，遐煮落足芳诶，迄款诶，一磅99仙，免一块美金，对。99仙，算一块30块啦，吼。啊，一包二十磅，因为照讲毋是要20块美金，等于16块呐，对。我毋是去调查市场，因为我是说最近是遐。跟他讲，阮某也常讲转来，啊，我幺个我家一个住咧遐，啊，我家己就一定惯习都，咱都外口食袂惯习，拢爱住喺厝诶住诶啦，而且计爱去买，啊去菜市啊去看，啊才发觉讲，啊我转来台湾一个比较，我即个本来是会遮尔啊分开啦，因为我毋捌咧创啥物啊，都毋捌都一切人，阮某伫拢伊咧处理，啊就安尼即摆讲，诶、欸、啊，但咱个生活啊，大家讲啊足快乐诶呢，啊车安尼驶安尼油遮尔啊贵，啊故在人安怎啊？这实在是真不平啦！啊，所以就讲，逐摆来啦，想到这款代志，有影敢若讲，啊，我会当出什么力？哦，啊，就那转来这开讲，实在是拢是讲一寡这个心内迄个不平的代志。啊，才变成讲，啊，无你哪会当讲这个美国人的上课，会有咧上班的关，会去经验无？啊，讲我大家听这反抗，反这个。就用这个美国正对这个暴力吼真讨厌，吼、哦、啊！因为你这个中国，你这个流氓政府就要给它结束掉啊，所以渐渐一步拢有在进行。伊那汹涌变落去哦，足艰苦的，迄是足乱的，迄确实有影是足乱的。啊，所以你美国嘛，超工，互你来都爱无啊，因为你那互你汹涌变落去的时阵哦，讲一句歹听的啦，大家为了小，我唔敢讲大家人啦，啊有人规只较歹，有私利的时阵。对，大家都会落去，会乱，会变。啊，所以倒不如安尼也是好啦，一步一步来。啊，但咱渐渐觉醒，吼、哦，啊，对大家拢有利，袂讲安尼，
像菲律宾啊，像古巴安尼，一个变了讲安尼，佫变强盛去哦。这是咱足无爱看的。哦，啊，以上是一个报告，啊嘛，剩差二十分呢。啊，比如讲，甲恁大家拖，啊，我问哦，好啊，我唔知要问啥，我会当知影甲大家讲吼。哦，我第一期我姓林，哈、啊，林德兴。我会转来说讲哦，真巧合啦。我就是安尼，啊，我第一期拄我转来阵是应该算去年吼，一空年，即摆一二啊嘛。罗真足寒个啦，我毋知啦。啊，拄好哦，我转来拢有联络，啊，就讲啊，就开课，我就啪，我就走啦。啊，甲恁大家共款，就5000块摕来柜台交现金个。哦，因为阵无要叫我啥物划拨啦，你各个，我就足歹去甲即个地方政府拍交道。我起来才交看会使袂，啊，就直接来，啊，就交，啊，就甲恁上课。啊，就到尾啊，转来，反正我啊，转来两三期拢会来，啊，就拄我若有转来，我就会来，转来就会来，也是安尼啦。哦，啊，就我的观就是讲，阮那咧住愈久的人哦，对台湾这个心吼，敢愈放袂落。较早是唔知，我那较早拢唔知哦。人讲哦，我中国人，我嘛足爽的啊，我嘛 Chinese，OK， but no。No， 绝对袂使安尼想。台湾人就是台湾人。我讲，恁即马台湾人，大家人想讲咱台湾人，恁若去洛杉矶啦吼，全那较大都市啊，纽约个相关，你讲台湾话通哦，大家毋知要信无？因为美国总共是有200几国个话，你讲安洛杉矶哦，你讲啥物话哦，无人讲，无伊就无人会晓讲个啦。美国就遮尼啊大移民国家，伊讲机场内底200几种个人拢有，拢请少双语个。好、哦，我你要讲台湾话，爱讲英文，啊个，甲啥物话，啥物话，拢有法度。所以你去到你拢免烦恼，你落机场你要讲台湾话，我台湾人，相款拢接拢通。你免讲哦，咱刚才讲到台湾话，刚才讲见笑，台湾人就是去用灌输上灌加讲哦，讲讲国语比较好听，干来啥样哦？不是要大家笑。因为迄个不平吼、哦，咱个口头话，咱个口头话是敢那讲，对唔？即刚才刚才个问讲，请安讲，啊你食饱未？你好，对唔？即无，唔是讲我对你不敬，还是对啥？是刚才一个招呼。我另外，你若爱讲笑，我讲个听。我嘛算到30年，对唔对？啊，比阮朋友算讲比我更加早起。啊，落飞机来甲我食，我讲哎，干啊，怎么好？用哦，你搁讲一摆，我足久毋捌听。啊，今天讲你看，我才想到，我毋捌想到啦。用拜托你讲一句，我讲啊，你讲啥？用你啊，都讲下句，我讲一摆。我干，用我足久毋捌听呀。好、哦，你无想，我袂想到啦。啊，是确实有影，即啊，那都是迄个听落去，迄、那个起码就来讲，足好诶。哦。啊，即、這个有主诶心声啦，敢若讲安尼会投入即、這个，我。逐摆转来嘛无为着啥，干呐？阮家阮都住较山顶咯。我台湾无住住竹东个吼，啊，阮某因个，阮某伊合家人，啊，住个庄家。啊，伊讲，嗯，啊，人起厝咧住，我拢甲开讲干呐民宿个，啊，就庄家竹东，哦，要我个张学良伊款所在，啊，啊，我来甲开，我住个山顶，有人起予你住，啊，所以我怎啊转来？因阮丈啊破病啊无顾，干呐讲啊讲咱即。跟他回来白家白住的，所以走不开就是這樣，要住，要他顧。啊，所以說要大家提名，我是，不是說我一直介紹說這個美國好，因為就是說，咱人這個社會的平靜，就是因為一切大家生活都會安全嘛，穩嘛，所以你就不會這種離離酷的事情發生嘛。哦，啊你如果到這樣的時候在亂，啊一天到大家就沒有好生活能夠過了，啊你對心就咱家己敢那讲，所以我转去我足爱出来，因为看好即个交通啦，即个啥物啊，我是刚好买个厝来吼，我电脑开个，我啥物代志嘛拢知。哎，请问。啊，我今仔即摆40岁，啊，无啥物交通，啊，无啥物。在边个？我会使歹势在问，阿姨即摆在倒一首？教堂。有请莫克药堂。应该修理袂歹哦。哎嘿，袂歹啊！
爱去偌久啊？所以我讲，等咱若咧美国的时，我是足平静的啦。你滚都无爱信啦。你若下班转去吼，就是转去啊。啊，你若讲你咧咧，你即个周围的环境，你若找无较好的伴，我讲你啊啦，读到足高的人，英文嘛无影讲足好个，因为咱讲的拢有个口音。啊，无要紧，但是即个要怎讲？即个皮肤吼。人就是有迄个关机足奇怪的代志。虽然美国即、這个，因为我做 sales group 就是讲即个呀 ，sales group 要怎讲？就专咧招人做生意，伊讲要怎讲？迄、那个哦，外是迄个呀，推迄个要怎讲？外务的啦，外务的。外务的时阵，那我爱请啊，甲各国的人拢有。即、這个敢若因中国话讲，伊恁的人，敌恁的人嘛，即拍的你去嘛，对不对？啊！你讲若无甲你皮肤啦，还是讲这個口语若袂合的时阵，要结婚的吼，就足无伊就丢。不，啊，即摆毋是你讲的，毋是你讲的算啊。伊，你爱看有对象无？你无，你爱有对象无？毋是毋够啦。啊，是，我讲一个足歹势的话吼，你甲问。啊！伊即个生活要怎解决？即美国即条若抓到吼，是足严重的呢。有啦，去美加斯有啦，美加斯迄条啥物亚美俱乐部，$300啦。哦，笑到吼，我讲笑到听有啦，咪多马宁啦吼。啊，我较早咧打的时候，差不多就800块，30年前啦吼，差不多是安尼。中山北路，哦，啊，所以你讲这个问题就是敢那讲环境啦，就是美国的环境就是，你若讲伊下班回去厝的吼，是足寂寞的啦，无啥物讲。对啊对啊，你逐个厝，逐个拢嘛看，头前远，后壁游泳池啊，所以讲敢这大吼。我若讲伤侪，人敢若讲，干阿你拢讲，敢美国敢若先进的，敢若迄落啊，实在是。我若无电脑，我若甲伊，你即马酷狗真简单嘛，你要找倒位的迄落，对，你自家试了对。啊，你大多迄个倒落来秀出来。人迄正经，毋则是生活。啊，你伊算较装卡，若无迄落啊，就是安尼啊。啊，你美国剃一个头，$15。哦，$15二十块美金就差不多是安尼。啊，你问题是你，啊，美国剃头，闽南人只讲剃头啊方便呢。美国什么行业拢足臭屁的，照摆咧呢。你唔是讲你钱给我赚，我就甲你叫做阿伯。所以咱台湾人吼，迄、那个生活的品质哦，都是袂悬。敢若看到钱哦，人美，唔像美国人那实在是袂使安尼，因为你生活爱有一个品质，确实爱有一个品质，对不对？你讲伊转去大家厝。大家头前拢嘛是迄落草啊，所以你讲哦，真简单啦。那修理破败哦，你看伊头前个草啊吼，那呢整理较好些，好些。咱讲我做 landscaping 吼，就请人逐礼拜来甲伊冲较好啊，加较好些。啊，你若较低修理要，你要叫伊提钱，又提较袂出，伊就吼，啊就无法度，啊就日头烧啦，啊水啊，所以就讲，所以你看迄个区，看迄个草皮，就讲这大人水准悬低。哦，啊，所以讲，啊，嘛是安尼，就阿姨确实就是安尼。嘿，阿姨即马，伊都伊即个就是，伊即个毋是警察局的代志哦，这另外一部门的部门，美国哦分甲足清楚的，阿姨即马来派人来甲你，伊袂甲你随甲你开单啦。伊就甲伊写一张 notice， 甲伊打个问伊讲，啊，你有安怎？无，咪一先甲伊甲你讲，我来的理由啦。啊，那美国厉害人哦，我来讲，唔是足紧嘞，拢早早时啊3点半4点，等下困。我一般唔知啊，我阿公婆拢会冤家啦吼，四点我人弄门。可能我那些小，啊，人弄门，啊，落去开门，啊，落去咯，
穿，伊是伊穿便装，但是美国若早穿，拢迄个牌仔拢爱插个只，吼，迄个牌仔，敢若西部安尼个无吼，若有早穿，迄个牌仔拢爱插个，算讲有早穿，但伊穿便服啦，伊无穿迄落啊。哦，当阮若无代志，安怎安尼？啊，你个伊就讲，啊，恁多一工昨昏啊是安怎？有啥物代志？啊，人敲电话，啊来看物啊。厝边隔壁啊，哦，都免咱讲，伊就种说，伊就有老人暴来，就讲当作这是暴力啊啦。哦，你查某拍翁啊，翁拍查某，啊是讲当然暴力，所以伊你讲伊管甲逐项都管。哦，啊，人因就是安尼做，但是照无来，伊袂甲你讲，伊甲你问问啊，雷破写写，吼，啊，你若无啥代志，伊就算啦。伊美国毋捌透早，伊若正要抓你，有影正拢透早，对毋？你知影迄个啥物？迄个奥巴马迄州有做啥？芝加哥迄个州长无敢卖官，迄个位有无？迄个 Santos 迄个参议员迄个位有无？迄个判几年？判20年，钱也无摕着，对毋对？啊！你电视也看，伊早时啊3:30-4:00去因家，啊！伊迄个酒店又甲伊讲，哎，我囡仔在咧困，你莫拍钱惊伊，我甲你去。你台湾讲抓无人，啥物啊？佫会走去？你确讲？迄个根本说，我这执法人员哦，美国那都一定要放啦。所以咱后摆这执法人员，这后摆这背景哦，你若有啥物厝的人，有啥物代志，啥物啊，袂使做就是袂使做。绝对袂使让你放，让你先放到出啊这个风声出去。美国是足严的，足严的，绝对让你袂过。啊，台湾就是，哦，你这中国啊，安尼甲你舞啊，如啥啥。哦。啊，就是安尼，啊，就创咱台湾人创假的，啊，咱要安怎讲？啊，就撑5分钟，啊，就差不多，会使放我走，我就烦恼。无啦，薪水若袂歹，关键金额我加减赚啦，我无差啦。啊，我感觉咱大家吼，实正经那边，咱这事情因若讲正经接哦，实无够。你凊彩啥物部门，啥物部门哦，要你做，人实无够。大家拢要，大家最后咧心情去做。我讲，我若咧迄个红人去上班吼，两礼拜一张机票啦，爱落来寄去银行诶，扣税了后，差不多还阁有时候2500，我。6万，即嘛税金，然后买到7万啦，啊，7万块美金，啊，但是伊足严的，伊若三个月，你就一定爱去拍枪，啊，拍60盘，啊，唔是讲叫你安尼徛来拍咧，大家拢会晓拍咧，迄啊个贵，啊，落来赶紧换枪支吼，安怎换啊，紧。紧急的吼，啊！甲，若讲你入去迄个所在吼，哦，美国伊个训练一个迄款，毋是遐简单，确实毋是遐简单。你若讲你入去一个房间，还是去一个你无使、你毋知影个所在，你穿你拍完无枪支，你毋知影倒伊人要拍你。你迄个枪支换时爱换无声，安怎无声？伊若穿安尼对不对？起落去吼，啊！迄个落倒落来，你先甲收起来，插喺迄个枪支底啊，啊！再个拔出来，再一个甲起落去。啊，起入去就拍，因为伊说你迄种主动的嘛，因为换迄个人拔跳倒落来，因迄个枪跳开啊嘛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阮咧受训的时阵哦，伊就先甲你讲，互你通过啊吼，啊检查身体，啊检查背景，啊再来，你爱扎枪，你爱来甲你，伊爱过来受训一礼拜，吼、哦，你通会晓听，会晓用，啊再积极，啊再互你去上班，吼、哦。我来讲，我来讲，咱那不管讲是干哪一部门啦，各部门吼，咱都爱有只 leader， 有只头吼，大家要有一个相关的作业性程序，讲咱这个部门咱需要是啥物款人才，爱专人，啊来有这款代志来去上课，啊只只去做代志做甲足清的。人美国咧请这个福利，无啥恁讲遮费率呢，我还挂客气的呢。你单天天的提予你，伊甲你当面甲你 interview 吼。唔敢甲你讲即个刺激的话呢？哦，你这是安怎？啊你，你乃生囝，啊你乃无翁，袂使，因为美国咩？美国真侪，敢若讲，你会使免，你查某囡仔会使免写即个翁的名出来，写即个查某的名，因为伊咧趁钱会扣税，会甲你会按你扣倒出来。啊，伊讲，我咯，
较早都就去 party 啊，啉啉的，啊，就唔知影啦，我就生出来啊。哎，无啥人好笑啦，你像我讲足好笑会使，啊，就是安尼就好啊。啊，因两个住在一个啦，啊，伊趁无啊济，啊，伊起码找因来请，啊，伊袂使甲刺激个哦。你啊，我但因为你呐，随甲刺激吼，你会使直接找因的这个主管。所以讲，美国你后摆哦，恁大家啊照这个咱这个进程哦，你啊什么代志哦，你啊甲这个上班的人你。发生纠葛哦，你免该大细声，因为我找主管，不是惊是已经爱叫无来，爱叫无济，对不对？你免该都爱大细声，免该气派，大家拢无需要。啊，台湾不是咧，吼、哦，我大家拢脚踏马赛，讲饭馆开安尼，推个安尼，但你根本就是替大家百姓，大家就是税金在过生活，你要大细声呀，对不对？所以咱大人就是迄个观念无变啦，就是去用观念吼，变跟他讲死死，哦，啊，所以应该是。无啦，你中国个足垃圾个啦！我讲现代吼，我讲我去机场掠人吼，足侪拢是用迄落安尼护照啦，伊拢用假音吼，啊，假迄边放人，毋是美国迄边一定袂得假，啊，伊去放耳塞啦。所以阮在那机场，阮就在门口到王爷就爱在遐找掠人啊。啊，过掠到中国啊，因为伊那转去足忝的，哎，安尼在遐，伊敢枪也要弄，伊讲我死在美国嘛，比转去搁较快活。啊，真侪代志也无，拢拢通通，那真歹势，交了大家时间，啊，我是足歹势，我会跟他讲，以我的一辈跟他讲，为了咱台湾就是要正道的路，啊，咱大家来认真向前。大家生活会当提高，多谢。就听起立，今日休困十分钟。